醒了。我上朝了。等一下，这儿怎么开线了啊？来，你先坐这儿啊，我帮你量两针。缝上两针并非多难的针线，我虽立志说男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，那这女儿家能做到的事情难道我还就做不成了呀？今日早朝我请假了。怎么了？早朝一去就两三个时辰，半日便灭了。平日里当然会为了家眷放下公务吗？那我不就成了魅惑主君的妖妇了吗？下朝后我也快马加鞭回来，一刻都不耽搁。好了，都不送一下吗？我把钥匙放在你这儿。那我要弄丢怎么办呀？那就一辈子别解开。好了，你快走。在做什么呢？我帮大人做点家常菜。啊，我帮你。我们以后怕是不会再见面了吧？大人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所以才要撵婉儿走。可夫人不也说会劝大人接婉儿回来吗？也未必就再也不会见了。你别哄我了，秋烟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面熟。昨夜我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，突然我想起，我是在哪儿见过你。是在鹤鸣楼听戏的时候，秦轩身边那个丫鬟便是你。哟，你这丫鬟是新买的吧？怎么那不懂规矩？主人家在看戏，她也能做吗？
你们竟然在贵妃娘娘面前做戏，胆子也太大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仔细一点？快坐。不是有意要欺瞒你的，我知道你那时是罪臣之女，义儿要保你，所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要欺骗所有的人，只能把我也蒙在鼓里了。老夫人，对不起。你们虽然是做戏，但是感情是做不得假的。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知你是真心的，不管是对义儿还是对我。你答应过我不离开义儿的，苏一婉说的话秋烟就不认了吗？世之所向，金龙厅不及林间自在体。你本该飞于天空，不应该在侯府的香邸等待尘埃。秋烟，不管你以后走到哪儿，只要我在，梁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义儿最爱吃烟笃鲜了，我教你。来，先把竹笋切成片，然后呢要用鲜肉还有咸肉放在一起烧。